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来到了湖南的方家沟，咱先看一看它这头是哪线，是怎么布局的。破碎工作用了一个160千瓦，广州产的摇摆机，到底是摇摆机好用呢，还是综合破碎好用呢？咱可以评论区聊一聊。这是破碎之后的缓冲区。 该返碎机间隔太远太远，交界50米长的装载机得来回的倒料，无形之中又增加了油费成本。咱再看一下它的返碎机，返碎管理，无形当中又增加了一个人工，一步的导料。再看一下它的返碎机，做了一个下沉式装备。 这台机缸里有一个优点，它就是造机小，但是一定匀出足够两米出家门。两百三我能压进，燃料是不是太小了？再看一下它的治理工段，上了辛苦做了2个圆坑，下边也是九龙。 这种的简单实用，成本低。两台90千瓦的四二零，需要包装工段，需要过秤，人工打包加了一个轻薄阀门，效率还是非常高的。降板低效降板的效率一直是我们特点。 算在碳负的位置，这成本价分是我们人工成本还是车辆的油费成本来算都是比较高的。你认为它会赚钱吗？我是 LTD 的源头厂家。